区大部分都是希望优化匹配机制，加强队友智商，甚至还有希望下架王者荣耀的，而且点赞数还不低，这条评论的评论全部都是支持。而且体验服现在又出了一个新榜单，叫做全区恋人榜。好家伙，一个竞技游戏变成了社交游戏，现在需要氪金的地方真的是越来越多，连返场的皮肤你都会给他出一个个性按键，我们玩家给的意见你不改，反倒是皮肤出的越来越快。现在游戏环境都差成什么样了，退游的玩家越来越多，像我之前打排位都是秒进的，而现在还需要匹配个7-8秒，匹配的时间真的是一个赛季比一个赛季长。小王啊小王，大家现在都在等一个能够取代王者的游戏，你看看现在主播苏月都开始玩某神了，王者已经变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兴趣爱好了。要不是因为有合同在，不然苏月估计都不当王者主播了。还有那个大乔，你削弱他一次就够了，还要削弱他第二次，第一次削弱的是二技能传回家的回血量，当时的抱怨声已经很多了，而这一次你更狠，直接把大乔的二技能改为只能传送血量最低的队友回家。那你干嘛不干脆直接把大乔这个英雄删掉算了，我们这么热爱这款游戏，而你却把我们当猴耍当韭菜哥。你自己看看那个举报系统，我举报了那么多次就没有一次举报成功的，像0-11这种都举报不成功，真的是离原上谱，怪不得摆烂的玩家越来越多，要不是我是靠王者吃饭的，不然我这款游戏碰都不想碰。